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黑怕女孩航班马上就要登机了。怎么样的女孩会来参加这种节目？我觉得自信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芒。我的厂牌无论攻到哪都要赢。好帅！有没有人能上来 battle 一下吧 ？Freestyle 多没劲啊！马思唯老师，你上来吧。我也被突然站起来。大家对于女 rapper 都带着有标签，我就是想到 idol rapper， 最开始就不想让大家带上这个标签去看我的作品。基本上做音乐接近十年，纯靠音乐赚到钱不到10000块钱。这种音乐难听了说就没有什么商业价值，好伤感。做音乐真的是因为喜欢，我真的好难受。